在美国内部，昨天上午听说美国华盛顿关于新的立法，针对中国的生物科技、新的芯片等等等等各种的制裁啊，特别现在是个人旅行限制和官员资产查封。哎，国会跟这个白宫听说有争执啊，白宫说我发行政命令，哎，国会说哎 no, this is not your job 啊，这不是你的工作，要让我来，对吧？要让我来，我抢着干，是吧？这灭共是我的事儿啊，这怎么轮到你了呢？是吧？你立法，你怎么可能立法呢？你这个行政命令怎么可以呢？所以说讲得很清楚啊，就是这个立法的事儿啊，就是非常非常的清楚啊，立法是国会干，不要行政命令。啊，不要行政命令，不要行政命令。行，拜登和国会之间开始较量。啊，你看这是啥概念啊，你看这是啥概念。所以说兄弟姐妹们，从过去的咱们一个国防部的灭共，现在变成了抢着灭共。对吧，抢着灭共。而且是立法还是行政啊，对吧？而且听说拜登很着急啊。拜登说：“这是我的事儿啊，是吧？这是我的事儿啊，啊，太激动了，太激动了，更夸张了。你说发生什么事情？世界银行、IMF 货币组织、欧联盟，欧联盟现在私下找各种领导，谁举手跟我一起灭共？现在都骂法国，鼻子指法国，你个马克龙，你个王八蛋，是吧？”马克龙说：“你看。”英国这回你脱欧了，跟我们站在一起，坚决灭共。